其实也重点是龙凤呈祥，我们今天玩这个龙凤呈祥给你们看一下啊、哦。什么是龙凤呈祥呢？龙凤呈祥一样啊、哦，我们就选择一个机台，来，一样先换币值下去。Spring。他因为我放1000下去了，好，就龙凤呈祥，就他的介绍，200倍，说明，我还可以进化哎、欸，我以为在玩神兽嘞。那也可以开自动哦，哦，这样就是自动实施，为了就是8块，但一开始的数字都比较小，那边就有加大的赔率表，啊，这都可以到38。我没中，中了中了中了，中了有多少钱？不好玩欸，那干脆我们用18就好了。然后这边呢，你可以选择10次或100次，然后像这边就80块。你就放着给他去弄，因为我刚才不是设定好了吗？啊，这里看一些线玩啊，像这边有蜡笔爸爸，他其实不无聊哦，因为你看他会广播谁谁谁怎么样啊。电影是到这边了，也是一个转盘的哈，所以上面那个是怎样？应该是大奖吧？哦，尖叫啊！大奖啊，大奖啊！700多哎，水哦。